鸳湖旅社，是个酒店还是旅行社？感觉不像酒店。如果是酒店啊，就会有人在这里晒衣服了。窗户是关着的，感觉啊，就是一个旅行社。旅社，但是这里写的又是酒店。OK， 这里是酒店，没人晒衣服，可能啊，没有人住。沿窗的房间没有人住，其他房间应该是有人的。今天这个太阳还是不错的。喝茶的，这边呀，人还是挺多的，非常热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玩游戏的，非常高级，非常现代。嘉兴南湖天地，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方，很多人没有来过这边，不知道这边啊大概是什么情况。我给你们拍一下，你们啊就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认识了。好了。